巴克鲁德会圣托马斯圣咏团团长为崇拜而创作出专主颂，又称玛利亚颂歌，取材自路加福音一章46-55节玛利亚访亲的片段，内容歌颂上帝对世人的慈爱和权能，让我们敞开心灵一起细心欣赏专主颂。巴克专主颂5月11日星期日晚上10点正。